各社区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多元，为了加强行销，草屯镇由双东社区串联的社区产业行销团队，在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处的辅导下，推动一连串学习课程，并安排社区探索小旅行，实际体验社区文化特色，会当发展新的产业价值。有一个学的地方，它较会接气，接好的气，所以讲迄个所在较有灵气。靠人气就是龙马开地的所在，这是一个真好的风水地理啊呢。草屯镇双东地区人文历史丰富，部分所因为时代环境的变化来消失。社区借着总体营造的过程，融入到打造的景观当中，并且进行探索小旅行，加强营销到地方的特色。透过我们的社区探索，能够让社区的伙伴知道说，每个地方、每个社区的一个特色、一个景点。透过这一个导览的行程、导览活动里面，我们能够走出户外，走向健康。带着参观社区东畔，伊来行过着相当的罗摩潭公园，听着地方的故事，了来到石碣景观桥，欣赏着巨峰的美景，伊前往着紫云宫，探访着太祖元帅厝，才等等，借着社区营销计划、社区探索，大家互相交流学习。产销吼，大家拢有用头脑在想在做，感觉真好。当然要做到讲一届就真成功吼，可能嘛无法紧吼，爱一步一步来安尼。啊，拜大人咱草屯的产销吼，都会愈来愈好啊。那边有做了一些小改变，还有呢，到了又介绍我们这个双东的石卓巷、石卓桥那边的。风景景观以及我们在地的紫云宫的一个历史的由来，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探索活动。在南投县政府的协助之下，由草屯镇双东社区带头，作为推动着产业营销计划，希望讲促进着在地产业发展新的机会，帮助提升着社区自主资源，来回馈着社区福利服务。记者林雨欣，草报道。